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。那么经过了这个两天的休息啊，今天又回到台北股市啊，又是一个开的一个一点高的片线盘，一高压力盘，盘中拉抬接假象，买盘在尾盘。那么连续的涨了两天。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告诉各位，即便有回来，一定要守什么五日线。今天假如能够守住五日线，就是站在五日线之上，达到三天以上。这是从沿路的下来，在这里有一个反弹之外，这里有一个反弹之外的第三次的这个情况，站上五日线之上，哦，达到三天，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个股的表现呢，会持续的下去。但是你说这里就是安，就是成功万里，那倒未必啊。这个一万五千、一万四千五百点以上就进入压力圈，这个要摸的石子过河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。我的侧标就一直告诉你，就是电动车加跌升的潜力股，电动车。绝对是将来的主流，它有够长的赛道让大家来跑。电动车的这个未来啊，有39倍的成长率，所以你买这些股票就比较不用怕套。啊，这边呢反弹仔细看电动车，电动车是一个重要的。那么礼拜五啊，有一则消息啊，这边政府要抓股市秃鹰，你们这些做空的人要开始抓。政府看不下去了，你们乱空乱空，对不对？这个股市根本就是已经有些股票已经脱离基本面，乱杀一打，乱来了嘛。啊，有些这个秃鹰啊，就是看了弱势，然后就打，然后外资也去借鉴来打，真的是大家是很辛苦啊。做股票真的是遇到这些环境就不怕抖，尤其这些秃鹰啊，真的是很坏，恨不得你的股票都每天跌停板。但是我们做股票是为我们自己做，哦，你也不要怪他们。但是这些人，就什么什么每天都是太三线宽空了，什么什么空啊空，我呢个空空，对吧？这不是这样看的，很多人是不懂得基本面，只有拿一个软体在那边给你秀给你看，三线宽空永远空，空就够贵嘞。我记得前年他13031的时候，盘整了4个月，全部都在讲空。我买元晶赚了1倍，在早期的时候，我早期的时候做宏达电，从300多块做到1300，连我常常上回玩现场啊，在民间里，老师你哪位攻击机？我这是台湾的股王，你不讲这一次讲哪一次？连李曙光啊，一个林老师啊，看到我都要叫宏达电先生，只有一个人看到我，老师加油，前面哦。他在我在辉玩那边录影，他前面跟我讲，我录影下来，老师加油。结果他在节目的时候修理我，他说做宏达电就是猪头。我在想说，够官朗，不知道什么系统的那个姓张啊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这个呢，什么关注嘛？君子要坦荡荡，前面人家面前叫人家加油，后面就捅你一刀，叫你猪头啊！不知道谁像猪头。讲人家猪头就是猪头，不要去批评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讲的金光党是爱护大家，你们不要被金光党骗了。我并没有指名，他是讲宏达电就是猪头。那么现在人家有声量，他就瞪声量，这边公开信，你凭什么资格公开信？大家都是分析师，比管比多啊！你公开信没？你又不是主管单位，啊，你公开什么信？你要蹭人家的热量嘛，网络的热量而已，这关呢哦。我看水小了，五山小路用了，靠一套东西啊，算了，那个叫 past， 现在这三线弯空，那个要抓的就是三线弯空那个了，这股市秃鹰了。我们一定要看基本面，看技术面，看筹码面，哦，财报提防两个这个风险。美国的超级财报周开始了，我们台湾的华说会，包括这个。台积电、大力光都要华硕会，真的是超级啊！但是我一直主张大家不要做台积电嘛，台积电是明年的事情，
你看我在680几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不要买那个，它会回到这个。我这一次还跟你讲过450以下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做空，但是我把真实的告诉你，真实的告诉你，我是一个诚实面对的老师啊，我会不会欧龙写的了？长龙啊，你们长龙赔的真的是还有自救会啊？有什么用？人家大股东要搞你，你有什么用？搞个一个减资六成，我坦白讲哎，你别稀释对方嘛。那你要知道他的伎俩，你就要避开，这个啪跳水，跳水完你又出席，这个都是出席有一个叫做你们做融资的全部把你清掉。我再来，我来呼吁大家对2603的长龙，你们不要气馁，它还会再涨，它还会再涨。你今天拉回来就不好了吗？他遇到压力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这种 keep it。你看长龙以前啊，在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啊，这个90块的时候，全市场大家都说跑光光，什么航海王，什么航海班全部死光光。黄世明在那边大声的呼吁，大家要有信心。那时候涨到165，我开始卖出147附近，我说这个不要再持有了。有问题了，因为减资六成，这个不对。我们直系的，对不对？我说贵处如粪土啊，贱起如珠玉啊。我跟你讲几天了，7月4号到今天，好，7月4号到今天，七月初是你家，我你家不会，我不敢讲买在最低点了，至少我的方向是对的了，至少我方向是对。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，我拿这一张给你看，你没有？史记或者篇，见起如珠玉，有没有？我特别拿这一张给你看，叫做陶朱公的哲学，陶朱公的这个观念呢，确实好用啊。一个很简单的句子确实好用，因为它符合我所讲的二低一高黄金法则，稳定获利，价值被固定的股票。今天听我讲给你听了，这不是叫小号啊？你到底的票拢大家咪讲涨停板啊？大家涨停板遐人拢嘛是啊？我都没坐啊，我都坐到了，绝对是这样。你敢像我这样小口信了，你看吗？你敢吗？好大来了，来，我什么时候买？9:22买，什么价钱买？我带会员买，我秀给你看。我不是说我外傲，不是，我只是追求真理，我追求真善美。做人脚踏实地，要想问大家到底做会啊，这不叫做。大家好朋友啊，黄世明啊，对不？我讲去刚完，我讲天先奇再说。你就7月5号、7月6号向上看，我国加码86块新进的会员，隔天刚消息就出来啊，哦，大家都好啊，我加码86块，国加码7月7号，上个礼拜四，你什么新进会员，我无跟你加码，你是？讲看卖听，你讲啊，我老师啊，你咧讲长龙，我也无啊，啊，真是啊，对不？无效嘛，唔是安尼做，我大细人拢有啦，对不？七龙是我长期操作的股票啊，礼拜五涨停板，我买一刚跟你讲80块以后就买点，3.17，对不？今仔嘛是袂歹啊，要100块啊，99.7。我们做股票这样。我每天仔细的追踪给你看，这是有的金呢，我逐天印给你看，做给你看，哦，你看涨停板，我逐天印给你看，买点快到了，7月6号有没有看到？破80可买，然后我到79.9，给你印证啊，反攻，翼龙。李控也翼龙，好股不会寂寞。2201，这边的翼龙用台钢哦，实不输几大怪。问家台来，我嘛知影讲52块走，我软底我嘛跟你讲啊，你看我的节目，我拢跟你讲实在话啊。但是你下来，你敢不敢买啊？你敢买无？对不？你敢买无？你敢炒人买无？黄世明炒人买，你看，好，你看来，44块买进。印出来，你看，印出来，44，成交是44块，
44块，对吧？建立基本持股，新进会员，7月8号买的，来买的，7月8号买的，44块，今天买是起啊，对不？今天上完起啊，47块啊。以上 MIH 大主流，这东西点出，这东西现在，东西现在电动车。鸿海的电动车就是吉利家，以盛5243。啊，今仔大盘不是落，落啊落，人伊阁不爱落。你看这個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这十字线，你这敢买？你敢买？敢买？买了你看，不是去 M I H 大主流大主角有没有？我每天都给你验证，7月初4日开始买点浮现了，拉回涨买点，每天给你验证。我说这种股票啊，这是。利空就是好机会，你可以买的好机会啊，对不？行不行呢？足以给你验证嘛。你看我们的这个奇宏也是一样啊，这样奇宏刚才我有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以盛，我就讲这些股票给你听啊。你有没有像我这样每天坚持？我每天3-4档股票换一档，今天把那个拿下来，不是我没有，还有那股票能不能买？当然还可以买啊，你要看未来的愿景啊，鹏程啊，这个今天也是可以买的啊。你看鹏程啊，825啊，这买塞布维啊，这买是被错砍的股票啊，被错砍啊，连三红啊，这个下来都是可以买点的、啊，还有行情啊，对不对？那上一次昌佑我有卖掉，下来又是可以买回来了，昌佑1568，这买塞多来买塞布维啊，看你敢买无啊，对不？我这边叫卖掉，来个 Q 啊！你看，26.5块，电动车概念股，来来来来，买点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来，26.5块，搁得买啊！哦，搁得买啊！啊，那我伊都未使买的股票，不管你今天不是指数咯，老师今天指数跌114点呢，啊，你吃好大，你敢买股票？我吃七枚蛋，你叫做守株待兔，我来不敢买。你涨强我就给你买，我顶头卖掉的呀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个 keep 票，地保买晒啊，地保嘛未歹啊，6605，你买小股票啊，这也是好股票啊，拉回都是买点。今天除息吧，今天除息嘛，也是好股票啊。这个大盘跌它不跌，那什么原因？因为它是电动车里面的，这就是说我们买股票一定要有计划性的买进，你爱。有迄个观念正确，观念正确就对啊。你观念无正确，干那逐天咧抢涨停板，你看咧唔是股长的套路。哦，啊每天在三电翻空，啊伊款系统你也咧看。所以讲较歹听的，迄过去十几年前的系统，提点么咧讲，笑死人！我这用个杜进的 A P P 啊，我这 A P P 电脑。手机也蛮使看的，我用最新的物件给您。公益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对不？心无多空念，动物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好的物件爱跟大家分享。AI 金头脑，智能决策系统，它是没有感情的，它就是快很准。每天都会出标股给你、啊、每天会告诉你强势股，你可以做当冲、隔日冲、隔日冲、三日冲，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都可以。当冲我比较不鼓励。哦啊，你这个真简单嘛，你参加我的会员哦，我想讲哦，黄世明唔知要怎给您回馈，对您的爱好，我不惜花成本100多万去开发一个软体，我本钱嘛未收啊，我回馈大家嘛，因为。去年到今年，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爱护，我非常的感激跟谢谢。我不惜成本，跟大家分享，上好大家做盘球类、盘球类 AI 金头脑，加入会员我送给你。你们不要随便去买那个都是看盘软体，很好。但你三线翻多已经去1000点嘛啦，股票已经去30%，你这里翻多。啊！我咧做多，我自研3037。我顶面咧做多的时阵，我101块做多，干要怎做多？
人咧甲我放空，一百空一块，只做多人咧甲我放空。那就是什么鸟神系统咧甲我放空啊？吼，逐工讲空空空，互我加200几，买到300。因报我就开始拉放互因，来来来，你要报我上好，我互你，我就白算啊。我有跟你讲无，自然我300几块，我就4-30-35。我跟你讲，我300几块我白算啊，即马剩偌济？763块。啊，你唔去放工，你用加叫唔加？你外敖，对不？啊，那人前叫你加油，人后捅你一刀，啊，这有这滚入吗？君子要坦荡荡，不要当夜不勤啊，你知道不？火大当兵强，我紧。但是唔好批评人，你要趁人的声量，你就去讲哦，写公开信，你是我一个公开信啊，公开信，你什么资格要写？你也不是主管单位，你讲写，人要按照表演，要按照用是人的代志啦。啊，你好啊，脚踏实地去讲讲了啊，卖讲骗了啊嘛，对不？啊，真笑的，做人哦爱脚踏实地，对不？实实在在对投资者，和投资者看你的节目，感觉哎，你内行的。商业都唔捌，干那靠伊都两体算啥？对不？讲个歹听，不入流的啦。在我感觉是安尼啦。你在我面前甲我讲加油，后边甲我捅我一刀，算什么君子？算什么叫嚣？风度有够歹。咱讲实在话，我唔是咧骂人，我是咧讲事实互恁听，大家分享。好的股票，大家分享；好的物件，更加爱大家分享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-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-2394-6168。回到节目的现场，你看我们 AI 金头脑今天叫了一只股票，在7月8号1568，你看吗？1568昌佑，7月8号中午12:26.25开始买进，直接攻上来，现在28.4，不看了，这么准啊！啊，我就带会员下去买，对不对？电动车，搞不会落去，搞不会落去。电动车，电动车，昌佑1568，看卖一下，即马安尼咧叫啦，涨停，准备涨停板啊，有无？看你敢买无？我几点买？来来来来，我看你几点买来？9:19啦，伫遮呢，收落来先，我就买啦，9:19啦，啊，我这个。这袂骗人的嘛，这李家买进，7月8号买进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今仔日港官带会员都搁落去买，搁落去买，看卖一下，9:19，亲爱投资朋友，这就是好用，就是安尼。我跟你讲，电动车就是安尼。我一直跟你讲，电动车你不要错过机会。那你现在有些股票2低1高，我嘛是根据这个法则。你看我们今天电动车怎么样？来。我们把日期改一下，哦，改建7月11号，我拿给你看，1以上的要看1以上的，这些都是标股啊，昌佑，哦，昌佑，汇光涨停板，我看到不？所罗门上个礼拜涨停板，对不？跟继续，对不？这都是强势股啊，你有这一套东西，东杰，你看不赢也难啊。
都是这样给你印证的啦。我无改一字，我王志宁无开个卡烧，搁咧乌龙蛇多，逐天收盘讲哦，我的股票要涨停板，我无咧安尼做，我不搞这个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多是一些强势股，可以台铃这个涨很多了，哦，这个已经涨很多了，我就不鼓吹了，这个很早就买了啦。这个六月三十号就去23%，对不？哦，这个都是给你验证的啊，你有这一套 AI 金头脑，真的是十拿九稳，八胜算不赢也难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我送给你，你免开半仙钱，我开拍几万，你两边免开半仙钱，我就提来送你啊。为什么？好物件爱跟好朋友分享。你看孙女在啉咖啡啊，伊讲啊这个。好物件爱甲好朋友分享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，我认为袂歹。哎、欸，我这是开钱去开发的呢，不是免钱开发的呢。投资朋友，我在追求真善美。什么真善美呢？我这个哦，自动会跳出来买进，你看到买进。而且我这个是用很多概念去做成的，用期货的概念，我都提早别人哦，至少一天到两天了。用这种模式来不赢也难，所以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、啊、你要有好的工序，你不能提到高债了。我的目前今晚买过来三线三空，什么空一个贵的空，这突然就过来就我聊聊去四号啊，那三线三空，大家那个哈这导出去啊，我 AI 镜头脑随时都可以显现出来，因为各个股票不同嘛。你用大盘去解释，你们做那股票，智能决策系统地表最强的利器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多空快很准，天天有标股获利王，营收，你看我告诉你们的一档股票，4184171，我叫你莫买我，我赶快来跌停板有看无？4171有看无？跌停板看卖？有无？袂用的就袂用的啦。这支股票，大家咧快衰快衰，衰一公碗股啦，衰。我昨天还去买，为了危险，我还去买快衰，还要100块，有够贵，世界上贵的，还搁咧快衰。哎，多空快很准，天天有标股，周周获利王，夜夜大丰收，可以隔日冲、三日冲，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。好的股票要抱牢。强短的就是强短，我们走得快，叫做多空双向可以操作。但是我这里鼓励你做多，为什么？股票跌了4000多点了啦，反弹才500点呢。啊，是什么理由在做空？有什么理由然后做空？对不？金好股票，只要有基本面真好，配合咱的 AI 金头脑，就去衰钱。金做好股票，大家来分享，这就是赚钱的机会啊！你拢买买，卤量啊起来，大家基本个卤量，我卤量我顶礼拜就买啊，够买了，对不？我以盛，对不？旗宏，我逐天测标互你看，我做个甲讲个是同款的哦，唔是讲讲一套做一套哦。啊，我讲尽量唔能去批评人啦，我是鼓励大家讲哦，大家爱为哦投资者设想，和投资者进行咱诚心诚意个投资者做阵，互因赚钱上要紧啦。做分析师就是这个责任嘛，欢迎赚钱，咱大家讲欢喜，大家欢喜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对啊！哦，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